这不是我的选择。我不想要鱼死或者网破，我想要鱼跃龙门。我们银行最喜欢跟客户说的一句话，就是更多机会，更多选择。那么今天，我提供一个选择机会给各位股东。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临海分行独立出去，仍然保有联众银行的股份。也就是说，我仍然会带领我的团队继续不停地给你们赚钱，而且利润不会比现在少。请你们为我投票。就是今天第二个议题，是否同意临海分行独立？秋老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我尊重大家的意见，投票吧。七票赞成，五票反对，决议通过。请记住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分的，这么争来争去，是不是太勉强了？总行和花钱搞的归总行，你任分行行长时候成立的，那就归你。你是在考验我们俩的记性，谁的更好一些，对吧？不行吗？啊，金融街中心支行，这个应该归你。当然，西府区支行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是总行建立的啊，这个支行所有的人都是不同动力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在之前你已经把它裁撤了。龙家口支行，那是我第一个办公地点，你也想要啊？这人记性还挺好。咱们是要把这70多个支行整个都讨论一遍吗？为这件事你筹划了这么些年，就这点时间就等不了了。可你已经失去了第一支行，你又何必斤斤计较呢？我是搞金融的，我这个人啊，锱铢必较。彼此。这个地方就比较麻烦了。龙源行当然是我在的时候新创立的，和总行没有关系。不对吧？这里是两家，一家是龙源支行，一家是龙源中心支行。这在我的印象当中，龙源中心支行是总行花钱搞的。可最后啊，林强他赌赢了啊，已经把这两家银行合并了，你忘了吗？今天这里没有人打赌，就是在划分势力范围。
可如果再次把他们分开，那就是个笑话。现在的笑话还少啊？再引起不必要的内耗，那就是天大的笑话。董事会授权我监察总行所有业务，你放心，联众银行的每一分资产我都会保护。今天谈不拢，明天谈；今年谈不拢，明年接着谈。你可以去休息，啊，去搞你的业务。我这个人身体很好，既没有地震，又没有火山爆发的。楼上在分家，你怎么想？今天这个事儿这么突然，我脑子转不过来。嗯，老陈那边呢？待遇、职位会好很多。但是你跟着老爷子，虽然他很欣赏，因为你资历浅，可能要熬挺长的时间。我怎么想也没用啊。反正我就喜欢搞业务，也没什么野心。没野心，你这话说了谁信呢？嗯，行，爱信不信。哎，陈航。